我们今天要来装那个傻力300的那个后避震器，因为那避震器哦太软了，大家用起来都一样，就是载人的话一定会触底，所以我从网络买了这组避震器。这什么牌子？这个牌子。然后这个这边也有，然后它可以磅数调磅数，那个磅数的打磅数，这边可以调阻尼，它可以调，啊14星的粗，它是粗心的，因为我们野狼我要双人，所以要它这种可以调，这边也可以调，这里也可以调，现在啊这边可以打气，那我们现在去把它给。这个野狼哦，原本的弹簧哦，避震器很软，你这样一压马上弹。这个是因为我已经调到最硬了，它的避震哦，我调到最硬，是因为我们做两个人，这个一定会触底。啊，而且我弹簧已经拿到最大力，所以它马上靠它的弹力把它弹出来，所以没有阻尼，做起来非常不舒服，所以跑起来会。这样很颠簸的状态，所以我才想要把它换掉，因为我常两个人在做两个人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动手，先拆排气管，然后再把避震器拆掉，然后再装回去，装好之后我们再调整。OK， 拆排气管，我们准备六角扳手，还有这14号的我们。架住，然后拆，转，拆开了，然后这边有一个，把它放松，放松。好，用17号的，你用17号的，把它拆，大概先出一个 ，OK 就可以了，可以，上下都一样。然后搬开之后，为了方便，我刚才是有先把它松过了，没有那么松。我先拆一边。然后一拆，这么简单就起来了。然后我们要装上去，这个气嘴在后面，这个数字也要出来，我们比较后面比较好调，所以我们再装回去。先上再下，要平行哦，动才会刚好啊，一次就上。然后我们螺丝再给它挂上去。没有人想看。啊？他想看你们。哦。他要看。这个大玩具啊。这是玩具哦。对呀、啊，然后这用17号，我们锁紧。先这样。然后我们没有压力扳手，所以大概不要太出力。2、3，好，2、3，哎呀，再紧一点点，哦，再来一点点，哦，好，切掉，这也一样。运动的。逆时针，我刚来之前有大概把它松一下。在拍影片，对啊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会录音，不要乱讲话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哎呀，气死了！刚才我们走力比较到呀。
三 ，OK。然后这个要先上，推上来，往外搬就 OK 了。所以你哪要用弄盖劲，不要用做戏，这一样向后面，也是这个先上。之后下来，然后这个对这个口，看到对，盖好住，哎哦，一次就进了。再来，上面也是一样。这怎么放着？就吐了，就吐了。会不会教你们一次就以后你就会换了哈、哦？记得回去把你爸爸的车给拆掉，换一只 cushion， 这个 cushion 给你拿回去装。可以坐上去看看吗？还不行。嗯、还没装好。还没装好。噔噔噔，可以坐上去看看吗？哎、欸，还不行，还要试，那么简单呢、啊？你们在拍 YouTube？ 嗯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常看吗？没有，我要跟你讲。哦，你有听到？我顺风了。你顺风了？看我们在那里。然后上面锁锁一下。那你不就跟 Kenji 是同学？嗯、是吗？英文的、啊，英文的，哦，英文同学。可以是三年级，三，我了解了，一二三，好，一毛四，一毛四，二三，好，那我等一下哦，丝松开，圆铁圆形托盘里的掰螺丝松开，架起中柱，把避震器的轴心中间黑色的调到轴心最上端，人坐上车，把车放下，重复调整调好，避震器下降后，黑色橡胶。从上方下降一到一点五公分就是标准。好，那我们先拿到最上方的，然后把车往前推，人坐上去，坐上去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好，他走，他说要一到一点五公分，来，哇，几公分？这样几公分？三公分了。那还要再调紧一点，好，还有可以工具，他说1到1.5嘛，所以我们这样有三公分的嘛，那我们再推回来，调紧，哎，这个是调，继续调，怎么调？你不干不拉的。哎，来我看。你先来，我也来。好。所以我们把排气管装回去，对好，往上里面挤 ，OK。然后吊儿起来，哎哎，对着的对着。这四哦，你慢慢看哦，我不等你哦。都被你偷学了，你有兴趣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我只是想要看你的影片。没有。就觉得他只是觉得，嗯，我觉得需要配音。配什么音？我也不知道。好。我现在在录音，你不要讲那么多。赶快回去看，看我的影片就可以了。看我的影片你就会了。好，锁紧的细号14号。嗯，再来这个，它连接处。5:40，5:40，很早。等等等，再见，拜拜。啊！跟你玩了，我马上拍。OK， 好，完工，完成了。好，有没有？好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
现在就是阻尼，我们再调一下就 OK 了，就是这样。那么帅的 cushion， 让两个人坐起来不会触底，变成跑山的好野狼，傻逼三百 ，OK。